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啥情况啊？这是？都说多米有反应了，跟小木嘎在一块儿放出来，金阳测试一下给他啊。哦，吓我一跳啊！130，一百三，你嘚瑟啥呀？130，比120高不高？比120高，比120高。3次130啊，那快了。你说没有几十，100以下不是，100以上。如果要是130。他下一轮的情况下，他就是那啥了，4次130，别凉了，别凉了，等他两天吧，等两天吧。嗯，如果要是从130，你再摁一下，呱，120，下一次就是100，有可能90，那就没有反应。没有，这次估计是有反应。这是咱小木嘎首先测试成功的。嗯，看小木嘎一直拉着他玩，是不是缠着你？是不是冬天？小木啊，人家烦你了。多米，你还主动讨好人家呀？高兴了你，美了。你别说他这段时间倒是看上小木干了。你看见没？截道了，截住人家了。人家讨好人家呢。哎，开始讨好了。他真咬你。没事，我们木医生不用管。呀呀呀呀呀呀！这啥情况啊？这是？好，去，上那边去。木哥，你不许找我，你找我，你上那边走去，你上那边走。我走。你不用找我。哎，小木哥，你现在你就说你自己的想法。乐意你俩就在一起，不乐意的话你就躲他远点。刚才对我这媒婆可没法这样当。刚才小木哥还检查呢，这会儿就烦了就。走，我站那边行不行？你看，又开始。绝对，多米现在给这个谁给这个小木哥已经发信号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小木盖也不会有这种反应。嗯，咱们再等这个多米两天，看他具体是到底咋回事。嗯啊，如果要是凭这个测量仪那个数值来说的话，没有变，他要不就挺高，要不就挺低，但是人家一直保持那个数字，一直没有动，估计是他刚有这个信号。呵呵，还是头一下，还是让我们小木嘎医生给那啥的检查到的。小木嘎不是主角了，是这医生了，妇科医生。烦了，这关键是一开始检查，他现在是烦了。多米倒挺高兴，这会儿小木嘎烦了。找他去。如果要是多米有这个信号反应的情况下啊。必须得让他俩隔离呢，这两天咱们不管是白天让他们出来跑也好，或者是就是直播的时候也不能让他俩在一起。小别胜新婚。对，会影响我们小木嘎他的心情。我们木嘎要如果急的话，他完了，不干活了。什么多米不多米了，直接上去就咬，然后多米呢到时候他也不矜持，那你就麻烦了，对吧？